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桑普。嚟到呢个地方咧，就系泰姬陵啊，七大奇景之一啦。又喺巴西，有埃及啦，又有好多咩万里长城都有啦。嗱，呢个地方我第一次嚟，呢个叫做泰姬陵。咁啊，大概400年前啦，蒙兀儿王国当时候咧嘅皇帝咧，就系当时候就嚟到呢个地方嘅，就系为佢第二任妻子咧起咗呢个地方。咁蒙兀儿王国大家知蒙兀儿上，就基本上是信仰一些伊斯兰教的情况，所以看到很多的柱上面或者建筑上面可能有很伊斯兰教的特色，也有印度的文化，也有波斯的文化。那这个地方呢就叫泰姬陵 Taj Mahal， 由新德里搭车来呢3.5小时、啊，咁啊嚟到呢個地方係值得嘅，因為咧入到嚟呢個地方，嗱呢個地方咧都可以咧影相。咁我睇到 Taj Mahal 即係呢個係好值得大家睇嘅地方啦。即係我哋入去就影唔到相嘅。OK， 咁希望大家有機會嚟到印度咧，必嚟嘅地方咧都要睇呢個地方。當然仲有好多其他地方啦，譬如呼帕堡啊、粉紅城啊，係咪？即係新德里有好多唔同廟宇啦。希望大家都可以即有開心嘅時間。咁啊，呢個地方唔係好似想象中咁文明、開放、開化嘅國家，咁啊需要大家俾啲耐性去忍受個空氣中嘅味道。但係嚟到呢個地方叫 Agra（A-G-R-A） 呢個城市咧，就少咗嗰種味道，空氣清新好多嘅。咁希望大家中意呢個地方啦，或者早嚟都進入去。咁啊，遲啲有機會再同大家分享我呢個印度嘅故事。